助人心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倒计时。在这里负责任的讲，像现在这样煤压这个水平，这样的规模，全世界也没有。我不知道这东西老外看到没有，全世界没有，有哪个国家现在谁可以站出来？哪个国家还超过这个水平的？好，大家掌声。